就即係我哋覺得即係冇可能咧，選管委會嗰啲咩叫做平等時間嘅規定咧，係加諸於網絡嗰度嘅，因為喺網絡本身係一個言論自由嚇，大家自己係唔係一個公共嘅資源嚇，因為網絡咁人大任何人都可以自己上網去發布啲嘢，咁如果個人上網都發布啲嘢，都要平等機會啊！贊完 A 又要贊埋 B、C、D、E 或者評埋 B、C、D、E， 咁唔得㗎，即係同埋講完 A 之後啊，又要講 B， 咁然後兩個都要俾同等時間回應，咁呢個係好荒謬嘅，即係我哋覺得根本咁樣係扼殺咗言論自由，亦都係即係唔應該令到啲候選人唔可以透過網絡係去接觸啲選民。呢個係應該自由開放，唔同大氣電波，唔同電視，我哋覺得應該分開處理嘅。